爆头之前，咱先看这个八爪鱼有没有文化。有文化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双击，试一下。嗯，哟，怎么都是脑浆？白搭。面包搂起来。等一下，三姐，你最近不吃辣椒，他们都不给你双击了。是的吗？等一下，铁子，我把这一块辣椒都吃了。哎，雅姐，能不能给我200个双击？就要200个双击，给我一个，看看没了。来一只烫了发的八爪鱼，一开锅就变成这样了，我也没办法。哇，来上一朵。嗯，好久没爆头了。一个海参顶一只老母鸡，我今天要吃3只老母鸡呀。哇，看到没，3只老母鸡搂它。想吃老母鸡的给我双击一下。今天改善伙食哦，整了2只大虾王。哇，看看个头大不大。哇，今天咱还是细虾。喂，吸出来的才是最香的。咱家铁子一人给我一个双击，我保证把它吸出来。太过瘾了！朋友们，马上开直播，造这一锅，还有一个这个大宝贝，把它晃晕了啊！哇，凉拌一下，后面都是料汁呀！别跑，别跑啊！速进直播间，一起来盘它。咱家老铁都说飘了，很久都没有吃竹节蛏了，今天来我来一口闷，闷得下你们就赏我个双击。闷不下，俺一个也不要。我去！哇，红心我不要了，一个都不要了。最近太虚了，老公给我整了3串补丸，看看有没有食欲。吃尼罗，他说会带着全班同学给我双击。停，给你加点辣椒，全校同学都给你红心。哇乖，真的吗？咱家宝宝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红心一定要给我一个。开个鸡排，开开。哎呀，好瘦的小鸡排呀，嘿嘿，没事儿，塞塞小牙缝，来点油，流口水的给我双击一下。嗯，太香了。2斤的海螺，1斤半的壳，太坑爹了。
断了。苦胆，肝，好了，加大了。铁子们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如果这一次能吸得出来，你们就赏我一次了，赏我一个红心。快点。我相信没有人能猜得出这是啥东西。马上开始播，知道它是啥的打在公屏上。连撸三串鲍鱼，咱就要吃半斤一只的。哇，看看看个头大不大，老公说半斤以上才够美味儿。这个是内脏，内脏千万不要吃啊。咱家真爱粉给我推荐了印度汤圆，今天我来尝一尝。哇，看着汤汁还是蛮诱人的，咱来尝一个。你们想不想尝一个？是谁？是谁让我吃的？你快出来，我保证不揍你啊！最正确的吃泥螺方法，看好了。你们给我评评理，说好给我10斤的龙虾，就用2斤的大虾糊弄，将就吃吧，就这么大。我去，这么大，凑合吃吧，不计较了。撸串小达人来了，撸得完就给我个双击。来上一锅，吃扇贝。哎呀，开了！我老公一个星期的零花钱给我整只大虾，哇，够不够大？
这个视频能不能有300个小红心，给我老公一个赞。Thank you.